下面介绍一下模石软件的基本安装步骤。将软件光盘放入光驱，打开软件安装文件夹，需要解压缩的，先将压缩包解压到计算机桌面，解压完毕以后，在桌面上找到安装文件，刷机打开进行安装，按照提示逐步安装，安装完毕点击进入。文件菜单里有四种模板，选择自己需要的模板，排好版以后，点雕刻输出，在雕刻输出界面，将随机所带的坐标位置分别填入横坐标和竖坐标中，将雕刻机和计算机连接好以后，点雕刻输出即可。详细说明请参考随机所带说明书。